非常有趣的方式来教导大家的六个简单的英文单字。那今天老师呢是邀请到的米娜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娜老师。还有我们今天小朋友是来自哪个幼儿园的呢？那么今天呢有两位哥哥跟姐姐，第一位呢是我们张文琪姐姐。嗨，丽菲姐好，老师好。Hello。 还有我们蔡嘉玲哥哥。还是叔叔。不要，老师好。我这边好。今天二位呢带了你们最新的专辑来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的新作品，恭喜二位哦，谢谢。来看看文琪的，那我这张专辑里面呢，有一首歌我觉得很特别，是非常电音的一首舞曲。舞曲哦，因为我其实因为台语歌的给人家的感觉是很传统，很像慢歌啊、抒情歌这种感情比较浓厚的。但是我这张专辑呢，就是比较属于动感一点的，比较活泼这样子，比较多元化嘛。对，那我要唱这首歌呢，其实比较电音的，好，对，要唱一下。哦哦哦，三分钟的热度，爱的温度亲像一把火。哦哦哦，三分钟的热度，因为我是你的 Honey Girl。Yeah。 小朋友，今天这首歌还可以学英文呢。Honey Girl， 有没有听到里面有英文？Honey 有没有？啊，玩的不标准吗？老师不标准，不标准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专辑可以大卖，谢谢，谢谢。走，哇哦！听完了好听的歌曲，我们要交给米娜老师。今天带了你的小助教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在我们开始用脑英文棒之前呢，老师要先介绍我的小助教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表演哦。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Scully. I am 6 years old. Today I wi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the frogs. A boy was sitting on a chair near a pond. He was very bored. He saw many frogs swimming in the water.And he began to throw stones at them. The frog tried to jump away, but one was hit by a stone. Then one frog shouted to the boy, Hey, stop! You're such a bad boy. That's very dangerous. We are not your toys. It may be a joke to you, but the stone really hurt us. Thank you, everybody.我真的听懂了，我听得懂，我听懂，哎，我听得懂。他说，我知道，我会怕。我觉得 Scully 很棒哎，他六岁，但是他的英文发音非常的标准，而且他又讲到一个东西，他说哥哥是 bad boy， 对 bad boy， bad boy， 好棒哦，真的。老师，这英文哦，真是要从小就开始学习。没错，其实我们越小学啊，我们英文记得越牢，因为我们小朋友喜欢看故事、看卡通，就是因为我们用自然而然方法用右脑学英文哦。那老师今天要教我们六个单字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那 Mina 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六个单字，在之前呢，老师要问一下小朋友喜不喜欢看卡通？喜欢。喜不喜欢听故事？喜欢。好，那所以老师今天要教大家用看卡通听故事的方法，轻轻松松就学英文单字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单字是博物馆，它的英文是 museum， 可是要怎么记忆呢？哇，我们经过博物馆的时候，就给它偷看一下，忍不住瞄几眼，瞄几眼，所以博物馆是瞄几眼，瞄几眼 museum， 所以 museum， 对，所以博物馆的英文就是 museum， 对，瞄几眼就对啦。好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冷，对不对？说我们天气很冷，要扣扣子，把扣子扣起来。天冷扣扣子，天冷扣扣子，扣扣扣，所以冷就是 cold， 对，冷就是 cold， 扣扣子。哇，我们看背是 back， 要怎么记呢？哇，我们看这边呢，一个小男生他背上背着一个贝壳，很开心的回家，背上背着贝壳，贝壳 back， 所以背的英文就是 back。对，背上背贝壳。好，哇，我们现在看有一个乌龟公主啊，有很多乌龟王子要追她，可是他们都秃头，她不喜欢，乌龟公主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乌龟每一只乌龟都是秃头，秃头，秃头 ，turtle， 所以乌龟的英文就是 turtle。对，乌龟都是秃头的啦，秃头。好，对，好，哇，我们拖把的英文是 mop， 可是要怎么做记忆呢？你看，哇，这个拖把，你竟然没有把地板擦干净，所以拖把被骂了，拖把被骂，拖把被骂，骂 mop， 所以拖把的英文就是 mop。对，因为拖把被骂了，好可怜哦。好。
哇，餐厅的英文是 restaurant， 要怎么记忆呢？哇，小朋友你看哦，这个餐厅它没有冷气，没有空调，所以客人都热死腿软了，很热，所以restaurant 就是热死腿软，餐厅热死腿软，热死腿软 restaurant， 所以餐厅的英文就是 restaurant。 对，大家都热死腿软。好，大家没有 记住呢要吗？这礼拜的其实也不会太难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请两位队长派出两位来了。哎，没有，我们要先派小朋友出来猜。好，剪刀石头布耶。小朋友，我们选一个号码，选一个，我们选五。好，五号，我们说天冷，扣子，所以冷就是 cold， 对，是 cold 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讲，就是天冷，冷就是 cold， 对。好，1-0哦。好，队长，好，换你，再换一个。你们两个都一样哎，都没有牙齿，来，牙齿都掉了。哪里啊？你那不能吃糖果。来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小朋友比较棒。好，我们选一个号码，我们选第六个。好，第六个，我们说他的背上背着贝壳，贝壳 back， 所以背的英文就是 back。哇，现在是1-1了吗？2-0了，2-0，对，2-0。好，那个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。好，给姐姐去，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我们赢了。老师这样算吗？是，为什么慢出还输？应该是慢出吧。没有，他刚刚等我们剪刀。好了，让你们出三。好，让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好，换我们。那我们来个第三题好了。好，第三题我们说拖把被骂，所以拖把的英文就是骂。2-1了。好，最后一题哦。加油，换你去。还没输哦，等一下还有机会。来。加油！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好，我们来选第一个，第一个哇！我们说乌龟，每次乌龟都是秃头 turtle， 所以乌龟的英文就是 turtle。哇！赢了！恭喜嘉玲队获得我们的 LED 小夜灯。我们才又多了一个了。你怎么那么好？好幸运哦！两个床头一边放两个。明老师一样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小夜灯了。没错，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想要英文小夜灯的话呢，记得上我们超级小英雄的 FB 还有官网。回答米娜老师的英文问题，然后记得留下你的个人基本资料，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 LED 英文小夜灯哦！大家记得赶快上网，一定要上网哦！那今天呢，谢谢我们米娜老师教导我们六个英文单字，也谢谢我们两位来宾，也谢谢我们小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很快的又到我们复习的时间啦！来，第一个乌龟，我们说每只乌龟怎么都是秃头 turtle， 所以乌龟的英文是 turtle， 好棒哦！第二个，我说餐厅没有开冷气，大家都热死腿软，所以餐厅的英文就是 restaurant。对，热死腿软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说我们的拖把都没有扫干净，被骂了，所以拖把的英文就是骂。对，哇。第四个，我们说刚才博物馆经过博物馆要瞄几眼 museum， 所以博物馆的英文就是 museum。瞄几眼，好。第五个，我们说天冷要扣子哦，所以冷就是扣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说有个小男生在背上背着贝壳 back，